最后到91,000原来是来自里面的9999人。如果说我是一只水鸟，我会选择唯一一个，因为就算是水鸟同名种，总是会有差异性，个体的差异。那、如果差别越大，它会变成会越独特唯一的那一个。对，所以我选择那一个，因为独特，所以有价值。如果你是9999人，你很容易就被取取代了，因为你没有相对比较多特色。所以我选择了10,000只里面唯一那一只。那报告在这里。